不吃早餐，这样对身体不好，所以要记得吃早餐，好吗？谢谢。花里有，花里有，花里有。那我们学生会长大动繁星对象既然是……哦，连他名字都害羞啊。钟文君同学，这是人家今天新打的果汁，请你喝。球球，他不会喜欢你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四十还在眼前。在。明明只有三十。喂，新来的，你刚刚说的上扬不是考验你吗？再上五岁。那是你自己旁边来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我不管你是 King 还是 Queen， 总而言之，我凡人终极一般，我是这个。今天来早死。GTV 综合台每周五晚间9点，终极一班3。